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50面，550面第四行最后一句，看起。今诸菩萨赞叹弥陀，穷尽诸法实相之本源。出入无碍，故曰犹如深法门。穷尽缘体，是为甚深，故曰深法门。这一段幕后，念老为我们解释慧疏跟净严书里面所说的先前这些菩萨们，就是从十方世界到极乐世界去参访阿弥陀佛这些菩萨，前面我们看到供养，此地看到赞叹，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前面的两愿，礼敬诸佛，称赞如来那么这些菩萨看这个样子都是修普贤行的因为西方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是普贤菩萨的法界，因为每一个人贤供尊修普贤之德这在第二品里面我们就看到了所以我们晓得普贤菩萨跟极乐世界的缘非常之深赞叹弥陀穷尽诸法实相之本源。诸法实相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所以如果有人问这佛教经典里讲的是什么，或者问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他讲些什么？这四个字就答尽了：诸法实相。是讲一切法的真相这是什么意思？今天的哲学跟科学，他们所学的是什么？也是在探索，在寻求宇宙万法的真相。所以早年方东美教授把佛法介绍给我，他说佛经哲学是全世界的哲学最高峰，
佛经跟哲学所讲的是一桩事情啊，都是在穷尽诸法实相，但是科学跟哲学对诸法实相的本源没找到，是世世代代都在努力去探索啊，现在探索的成果可以说是相当的令人满意了啊，无论是探讨宏观的宇宙啊，或者是研究量子力学啊，这今天这个物理分享两个方向，宏观宇宙是无穷大啊，量子力学就是从反方向去寻求找最小的微观世界啊，宏观世界跟微观世界都有很了不起的成就啊，跟佛法讲的越来越接近啊，可是本源没找到啊，佛找到了啊，佛经上找到了本源，就是真如自性啊，有的时候说法性，前面我们讲的第一义谛啊，都是讲这段事情佛说这一桩事，说了几十个名词，那我们要问，一桩事情，佛为什么说这么多的名词术语？这是世尊教学的善巧方便，教我们不要执着名字相啊。知道是这个意思就行了，不执着是名相。与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告诉我们，学习佛法的心态完全相同啊，学佛一个是读诵，一个是听讲啊，读佛的经典，不执着文字相，不执着名字相，不执着心缘相，那就对了。啊，听讲也如是，听讲不执着言说相，啊，言语说多说少，说浅说深没关系，啊，不要执着言语，不要执着名词啊，不要执着心缘。心缘是什么呢？我听了之后啊，我以为是什么意思，这个不可以啊，这叫心缘。你以为是什么意思，那是你的意思，不是佛的意思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因为佛菩萨没有意思，你听出意思出来了，那才怪了。佛菩萨没有意思，你怎么会听出意思出来了？啊，所以这个东西只可以心去领会、去悟，不能言传，说不出来的。啊，这是佛法的妙处啊！啊，逐渐逐渐的。你去体会它啊，不要去想它，就是你不要用分别，
不要用执着，啊，不要用想象，那就全都搞错了，越想越错，啊，不想就对了，一想就错了，啊，所以佛法需要用执着。啊，不懂没有关系，不懂再念。这就是古人讲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而不要想的，一思自己体会到了。为什么？一千遍念下去之后啊，依照起心论这个方法，你心就定了。你看，用这个方法修定了，入定了，定到一定的程度，就智慧就开了，自然就开智慧。所以会听经的人听经，会读经的人读诵，是什么？修禅定啊！啊，因为你不专心听，不专心去读，你心里头就有杂念，就有妄想。用这个方法呢，把妄想杂念给念掉。啊，让心定下来。啊，定下来，你看文字，你听讲，那是智慧呀，听得清楚、明白，没有听错，啊，没有念错，这是修慧。啊，没有杂念，没有妄想的时候，这是修定。所以，读经、听讲。都是定慧等修啊，两个小时修两个小时的定慧呀、啊，啊，这守规矩那就是持戒啊，这就是说这两个小时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这个是佛法啊，这是世间教学里头找不到的。啊，我们中国过去传统私塾教学也有这个意思，这从佛法里头学来的。啊，儒家、道家都学到了。啊，所以他们如果是真的依照这种原理原则去学习，都能开智慧。啊，都能够得清净心。啊，清净心起作用就是智慧现前，所以这确确实实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那么一定把这个诸法实相的本源找到，再出入无碍。故曰犹如神法门，啊，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啊，要用哲学的名词来说，本体、现象、作用，一点障碍都没有了。这是佛菩萨，穷尽圆底，这个叫甚深。叫深法门呐、啊，啊，把宇宙的根源找出来，这是学问，是大学问呐、啊，这哪里是迷信？啊，你看现在的微观世界的研究。啊，物质，这物质现象到底是什么？搞清楚了。啊，物质现象的基础是意念，就念头。那念头是什么？这个还没搞清楚。啊，物质现象这个问题解决了。意念变现的，那意念怎么来的？
为什么会有意念？啊，这个今天科学还打了问号在那里，存疑。啊，但是科学家呢，给我们提了一个提示，说无中生有。啊，无中生有很含糊，很模糊。啊，也就是说，没讲得清楚。学佛的人懂得，这个无，佛法也讲。佛法常常讲无，讲空，但是无不是没有，不是什么都没有。啊，无中它也有有，这个道理就深了。啊，无是什么呢？自性里头无物质现象，无精神现象，无自然现象，这是无啊。但是它能现物质现象，能现精神现象，能现自然现象。所以说无中生有，在大乘佛法讲没错。可是无讲的含糊，没讲清楚。无是什么？无是自性。啊，无是本性。我们中国古圣先贤说出来了，人性本善。啊，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啊，那个善是赞叹的名词，啊，是大圆满，啊，就像慧能大师开悟讲的五句话，用一个字来说善，善善太好了，太圆满。啊，能大师见到的自性，见到的本性，他第一个是清净。啊，本性从来没有染污。第二个说他是不生不灭，他没有生灭。那么三种现象都有生灭。啊，自然现象、精神现象、物质现象都有生命。啊，自性没有生命。啊，它能生、能生、能现这三种现象。啊，所以他说本自具足。这句话交代清楚了，他为什么能现？本来具足，没有缘，他不现。有缘他就现，啊，一现一切现，就像做梦一样的，梦中境界，你说有没有？你要说没有，他怎么会现出来？怎么会做梦？为什么会做梦？这是个问题。现在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做梦？啊，有人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很多人白天想的，晚上为什么做梦梦不到呢？啊，可见的这个不能自圆其说。啊，梦境。不是自性，自性里头没有。阿赖耶里头的意识，现在讲潜意识，潜是潜伏在里面，就是很深的意思，深藏在阿赖耶里头。
啊，这个意识是乐歇种子啊。啊，我们一般讲习气，能讲得通。啊，深藏在阿赖耶识里头，也是遇到缘。遇到缘，它就起现行了，梦中起现行。啊，你总得有个解释了，解释得合情合理。啊，说出来别人相信，自己不怀疑，这都是诸法实相。啊，那么我们这个世界，设法界一真庄严，在朗然大觉的佛菩萨，他们心目当中就是梦境。啊，自性里头本来具足，遇了缘呢，能生万法。能生万法，不能说它有。不现不生，不能说它无。啊，你怎么说它都不对。你真正体会到了。真正证得了，怎么说都是对的。啊，确实佛说的话没错，为正方知。啊，怎么个正法？放下就现前了。啊，一切众生平等平等。啊，佛的自性里面本自具足。不比我们多一点，我们跟佛相比不比他少一点，而且自信是一个，不是很多的啊。所以佛常常用大海做比喻啊，大海是一个叫性海啊，自信像大海啊。那我们每一个人呢，每个人是海水里头的一个水泡泡。那现水泡的时候，好像每一个水泡不一样啊，很多啊。可是水泡如果破掉了，都一个大海，没离开大海。啊，那个大海是自信的。啊，那个大海啊，性海啊，就是哲学里面讲的本体。啊，本体是一，没有二，所以。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啊，贤首过世的望经还原观讲得很清楚啊。这篇论文一共六段，头一段贤一体啊，第二段呢起二用，二用就现象了。先第一个先宇宙，第二个先自己，叫依报跟正报啊。啊，宇宙跟自己是有先后，但是那个先后你找不出来，好像是同时，它的速度太快了，啊，确实有先后。啊，像阿赖耶的三细相确实有先后。啊，业相、转相、境界相。啊，可是这三种现象呢，都是在一念里面。啊，这个一念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32亿8000念里头的一念。一念里面有业相、转相、境界相。啊，所以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看它同时起来的。
啊，那么短的时间，无法想象的，啊，它三个现象还是有次第相生，啊，一念完成，啊，这个三个现象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宇宙，讲的自己。啊，所以科学跟哲学，这个还是问题，还是问号。可是佛学里头已经有答案了。啊，这个答案，科学跟哲学能不能够得到？在佛经上讲很难。那用什么方法才能得到？那佛就讲，你放下就得到。科学家如果没有放弃，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他就没办法证得。为什么？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是妄心，妄心只能够圆妄境，啊，自性所现出来的，我自己这个相。宇宙的现象，万物的现象，通通不是真的。啊，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妄心能够遇到虚妄的境界，啊，圆不到真。啊，真性它圆不到，道理在此地。放下这些妄心呢，真性就现前。真心不要去找，忘的放下了，真的就现前。因为它本来是这样的。啊，真心里面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所以用阿弥陀这个名号来称他。啊，阿弥陀就是自信呐。这一定要知道啊！啊，阿弥陀佛这四个字，从梵语翻过来的，啊，可以翻成中国字。啊，为什么不翻？啊，翻音不翻意思，这叫尊重不翻。啊，要是翻呢，阿翻成无。弥陀翻成量，佛翻成觉，啊，意思就是无量觉啊！啊，无量这个里头有人事物，啊，在佛法里面讲呢，一真庄严。啊，所有的一真庄严，你都能够觉悟，都能够明了，这叫阿弥陀。那阿弥陀不就是此地所说的吗？穷尽诸法舍相之本愿，这就是阿弥陀的意思。啊，阿弥陀佛的意思。啊，那么由此我们就能知道啊，每一尊佛都证到这个。这一句，这一句了。每一尊佛都可以称为阿弥陀佛。啊，佛没有一定的名号。啊，都是从性德上称他的名号。菩萨是从修德上称名号。都没有名字啊。名字是假的。所以不要执着名字相啊！啊，佛说的这些名相也都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你要把真的真相了解，这个名相说的是什么，
明白就行了。啊，名字相不必去执着它。啊，随着甚深法门。第二段呢，这第二首偈是赞佛号功德，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实际上就是四个字：阿弥陀佛。啊，南无是皈依的意思，归命的意思，恭敬的意思，啊，是这个意思。啊，佛的名号就是阿弥陀佛。啊，我们称南无阿弥陀佛，意思是皈依阿弥陀佛，归命阿弥陀佛，礼敬阿弥陀佛，是这个意思。啊，明朝末年，莲池大师，啊，这是净土宗第八代的祖师，啊，有人问他老人家，你自己怎么样念佛？他告诉别人，他说我念四个字阿弥陀佛。他说你怎么样教别人呢？我教别人念六个字南无阿弥陀佛。是为什么？他说了，我这一生决定要生净土，不再搞六道轮回，所以经上讲智持名号，啊，我遵守经上所说的名号就四个字，我就念阿弥陀佛。所以我教人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个人未必真正有心发心往生极乐世界。啊，你不是真心想去，加个皈依阿弥陀佛好，啊，就是要加个客气话。啊，礼敬阿弥陀佛，这我真去了，这客气话就不要说了。这在《诸创随笔》里头，你们都可以看到。啊，祖师这些话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啊！啊，真正相信，一点怀疑没有。真正想去，就不要客气了。啊，念四个字比念六个字简单呐、啊。越是大道就越简单。啊，越是成就高的也越容易。啊，绝对不会有麻烦的。啊，所以真想去，就四个字就可以。啊，专念阿弥陀佛。啊，而印光大师教我们的方法，三个清楚，念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记得清清楚楚。啊，这个记，有人问我，是不是念念一面念一面记？啊，是啊，阿弥陀佛一，阿弥陀佛二，阿弥陀佛三，是不是这样记法？啊，不是这样的。啊，那这阿弥陀佛里头还夹杂着一二三四，啊，你把念佛功夫破坏了。心里头记，啊，一点痕迹都没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第几声清清楚楚。啊，这个样子，妄想杂念才进不来。那么，妄想杂念一进来，你马上就忘掉了，你就乱掉了。
乱掉了不算，从头再来。啊，印祖教我们，记多少呢？只记一到十。啊，十句之后又是一到十，就这样记法。啊，实际上并不叫我们每一天记着一定要念几千声几万声的，不是的。你这一直念下去，不管念多少，只记一到十。我这一句佛号是十句佛号当中第几句，清清楚楚，寥寥分明。啊，这样记法确确实实杂念进不去，这摄心的方法。啊，所以念佛总的指导纲领，就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上说的八个字：都摄六根，净念相继。那我们念佛，六根摄不住啊，那就是妄想妄念呐、啊，没有办法了。啊，这是许多念佛人最痛苦的一桩事情。啊，怎么样念，才真正把这些妄念给念掉？啊，都摄六根，这个里头最高的一个原则，就是你彻底放下。啊，眼根放下色尘。耳根放下身尘，六根在六尘里面，通通放下了，不再攀缘了，叫六根清净。啊，用这个清净心去念佛，叫净念相继。啊，不怀疑，不夹杂，就是清净心。啊，不怀疑，你对于净宗要有相当深度的了解，你才不会怀疑他。啊，这个是经教帮助你，特别是无量寿经，啊，帮助你断疑生信，帮助你破迷开悟。啊，可是怎么样摄心，那是功夫。真正放得下，摄心容易。啊，我们没有放下了，自私自利没放下，名闻利养没放下，五欲六尘没放下，贪嗔痴慢没放下，怎么可能没有杂念？啊，杂念是念佛严重的障碍。啊，所以你念佛功夫不得力了，你法喜得不到啊！啊，功夫得力的时候，欢喜心就起来了。啊，有人用印光大师这个方法，啊，这也叫生念法。啊，这个生念是时间越长越好。啊，得空就念。啊，能够每天有两三个小时，那是最理想的。啊，你看两三个小时里头，你没有杂念的，你得清净心的。这个功德跟参禅没有两样啊！啊，所以可以试试看。我们看第二段，啊，赞佛号功德。闻佛圣德名，
啊，这是偈颂里头的一句。啊，这个佛是阿弥陀佛。念拉在这里告诉我们，弥陀本愿，从第十八愿到二十七愿，这一共有十愿，又从第四十四愿到四十八愿，一共有五愿。换一句话说，这总共十五愿，四十八愿里头有十五愿提到闻佛名号，说明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这十五愿，愿愿皆因闻佛名号，永离诸卧苦，终得究竟乐。啊，闻佛名号啊！啊，所以我们念这个佛号的时候，一定要听得清清楚楚，这个可不能疏忽。我们不是念给别人听的，也不是念给阿弥陀佛听的，是念给自己听的，你就真有受用啊！啊，念给别人听，自己不得受用。啊，这个方法自古以来祖师大德就教导我们，啊，说佛号从心里面生出来，从口里头念出来，从耳朵听进去，用这个方法实行。啊，古时候人烦恼轻，哎，这个方法行有效，现在烦恼严重，这个方法不能实行，所以印光大师加上计数，啊，计数不需用念珠，啊，用念珠什么掐住分心，啊，那不是一心念佛，啊，也不能用这个里头夹杂着这个数字的这个想法，啊，这样想法也不行，啊，一定要心记得清清楚楚，啊，这样才能够实现。这两句话来形容名号功德，说得非常好啊！永离诸卧苦啊！啊，诸卧是三途、六道、十法界，通通苦啊！啊，终得究竟乐，最后你一定得到究竟乐，是成佛。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成佛。啊，必定见佛，见佛就是成佛。例如，闻名得佛，闻名发心，闻名得人。啊，都是因为闻名，十方众生闻名，悉皆安稳，得种种真实之力。是云安稳得大利呀，名号的功德在前面讲了很多
啊，在四十八愿里面讲过，啊，也讲得很详细。啊，一般人疏忽了念佛，不知道念佛的好处。啊，他要真知道，他一定肯念。啊，不知道念佛的好处，以为还有法门比念佛更好。啊，所以还想这个想那个，错了。啊，念佛法门的殊胜，确确实实只有为佛与佛方能究竟。啊，等觉菩萨都说不究竟的，啊，何况以下，啊，十地以下更不行了。啊，所以在《华严经》里面，十地菩萨，地地不离念佛。啊，这给我们透了个什么信息呢？登地菩萨了，他们求无上菩提，通通用念佛法门。啊，这是我们能够理解的。为什么呢？初地以上啊，你给他讲念佛法，他懂啊，他不怀疑啊，他完全能接受啊。啊，所以在华严会上，文殊普贤率领华藏海会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往生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我是看到这个经文，对念佛法门才有信心。啊，以前我对这个法门没信心啊，以为这个法门是杜老太婆的，啊，不是对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啊，大概不是，啊，佛八万四千法门，这个法门大概不是的，啊，看到《华严经》上这么一种景观呢，才完全觉悟了解了。啊，八万四千法门只能帮助你到华藏世界，啊，毗卢遮那佛的宝土。不简单呐！啊，要想到那个境界，都得要明心见性。啊，也就是说，《华严经》上讲的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了。《大乘教》里面所说的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通通断尽了，你才能证得圆教初住、别教初地。啊，往生到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啊，可是绝大多数都是到华藏世界。啊，到华藏之后，华藏世界毗卢遮那佛的两位菩萨，我们后面这个像就是华严三圣，当中是毗卢遮那佛。啊，你看，一边是文殊，一边是普贤。啊，这边是普贤菩萨，这边是文殊菩萨。啊，文殊普贤呢，带领大众，
通通到极乐世界去了。诸位想想看，这是毗卢遮那佛的道场啊！这么多菩萨往生那里去，是毗卢遮那的学生呢。现在毗卢遮那佛这两位大弟子把所有学生带走了，到极乐世界去了。毗卢遮那佛生不生气呀？怎么把我人全带跑了？不但不生气，还鼓掌，还欢喜，太好了！你们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太好了。为什么？你能见阿弥陀佛，你修行往生的时间呢，就大幅度的缩短了。你在华藏世界修行正果，要3个阿僧祇劫。到极乐世界去的，大概几天就成就了。他那里是速成班呐，佛佛道同啊！你去亲近阿弥陀佛，没有一尊佛不赞叹你。你真有智慧，真聪明，你选对了。那你不到极乐世界去跟别的佛这个诸佛如来修行，那佛都得摇头啊。好吧，慢慢来吧。你想快速成就的话，就到极乐世界。所以诸佛如来没有门户之见。决定没有分别之处。我们这个世间麻烦在此地，同行相忌，他互相嫉妒啊。诸佛如来同行不相忌，他们同行非常合作。十方菩萨来往生，每一尊佛每个世界都是如此，十方有缘的都来往生。到一定的程度，佛一定给他介绍极乐世界，也就是诸佛如来讲经说法，没有一尊佛不讲无量寿经，介绍极乐世界。那听到欢喜的人个个都想去了，佛鼓励他们去啊。绝对没有门户之见，因为一切诸佛如来只有一个方、一个目标，大家完全相同，希望所有众生快快成佛。不像世间的，世间人没有这个目标啊，都是希望自己有成就。自己有名利，不愿意看到名利落在别人家里。所以彼此互相有嫉妒。诸佛如来这种现象绝对没有。佛佛道同，为什么极乐世界独身？这个道理前面我要跟大家提到过，是弥陀如来在因地里头发愿修行不相同。那么他成就之后了，别的佛来跟进行不行呢？没有这个必要。通通到你那里学就好了，我这就省事了。
啊，这是诸佛如来的心量啊，也做给我们看呐、啊，没有门户之见呐、啊，啊，大公无私，啊，真的是心包太虚，两周杀戒，所以他有无量的佛慧。啊，十方大士闻名得业，得的利益无量无边，殊胜无比，感恩图报，故广修供养啊，无有邪见。啊，这广修供养里面，种种供养中，简言之为财法二种供养。普贤行愿品曰：诸供养中啊，法供养最。所谓如舍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摄受众生供养、待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普贤菩萨讲，这是真供养啊！啊，床幡宝盖呀、啊，那些见佛的时候用这个供养是，是表一点心意。啊，表一点心意、敬意，实际上呢，这是真实供养。如果没有真实的，那一点床幡宝盖供养呢，那就变成假的了。啊，像华床幡宝盖代表什么？就是代表真实。啊，真实是值啊！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床幡宝盖那是形式，有实质，形式就有意义；没有实质，形式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个道理不可以不知道。啊，我们今天供养佛，在佛面前供养这些香花水果，全是假的。为什么？相代表什么？相代表戒定真相。我有没有修戒？有没有修定？我真的是持戒修定，啊，念佛也是修定，得念佛三昧，得清净心。啊，我这个香花供养就有意义啊，它真代表了。那、啊、否则的话，你来烧香供花的时候，你们后头没有东西啊，假的，不是真的。啊，你供养能得到什么样的福的时候，后头有真的就得福。如果没有真的，得不到，什么都得不到。啊，是相代表界定，啊，水代表清净心，啊，心地真正清净，一尘不染，这供这杯水就供得无量啊！供什么？供养我的清净心呢、啊？我真有东西啊！啊，不是说假话。啊，灯烛代表燃烧自己，照耀别人。
啊，那是什么？如舍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待众生苦供养，啊，勤修善，这个都是舍己为人呐、啊。你这个东西都没有，你天天烧蜡烛不烧了。啊，点油灯也白点了。啊，你得有真功夫在，真修行。啊，你这个供养才有意义。啊，佛在话全错了。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形式有没有没有关系，真有这个是真修行。啊，你每一天回向就是供养。啊，尤其是这个修行的，尤其是利益众生，佛都是利益众生。我们利益众生是供养佛心呢、啊、供养佛的宏愿呢、啊。啊，我们不能做利益众生的事情，光做自私自利的事情，果报不好啊。这是真的。啊，为什么？你用的是佛法，可是你里头的用意跟佛的心愿完全是相违背。佛是利益众生，你是利益自己。啊，纵算也利益众生，但是自利的成分多，利益众生的成分少。啊，佛是圆满利益众生，没有丝毫为自己。啊，成就自己，实际上就是成就众生。那为什么自己没有证得圆满，你就没有圆满的福慧，你没有办法叫众生得圆满福慧啊。所以勤修善根是为众生勤修的，不是为自己啊。待众生苦是真的待众生，不是自利啊，为众生什么样的苦都能吃。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他可以不必修苦行了。啊，他建一个寺庙很简单呢、啊。只要他点点头，就有人供养他。啊，在家弟子里头有16个大国王啊。啊，自己家里的也是王族啊。啊，建个道场不是轻而易举的吗？为什么要树下一宿，日中一时呢？待众生苦供养啊，他要不做出这个榜样啊，他教人啊，特别是他走的时候留下两句话啊，这些弟子们还在世间没有依靠了，佛在世的时候大家依靠佛，佛离开我们依谁？佛说了两句话，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啊，我的体会，他一生的行医就是为了最后说这两句话。啊，人相信啊，释迦牟尼佛一生持戒，一生吃苦。啊，别人不愿意的，他干得很快乐啊。
啊，如果我们都能够学习释迦牟尼佛，这佛法怎么会衰呢？不可能啊，正法永驻啊！啊，哪有什么相法末法了？这正法就住啊！啊，现在不但戒没有了，连十善业都没有了，啊，那就不是佛法了。所以，经典变成了学术了，变成知识了。啊，现在大学里头用佛经开课，我过去在学校还教过5年。那都变成知识了，变成学术了。啊，这个做法不能续佛慧命。对正法久住没有帮助。啊，慢慢的会把佛教变质了。啊，圣学，啊，佛学是圣学，变成世间的学术。现在一般学校、哲学系里头有佛经这个课程，啊，我们是不是愿意看着？佛经在变质，啊，我们对不起释迦牟尼佛了，啊，我教了5年之后觉悟了，我再不教了，啊，不但大学我不教，佛学院我也不教。啊，我回到释迦牟尼佛的老路。啊，每一天讲经，这是释迦牟尼佛一生的事业。啊，这叫佛事，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事业。啊，天天讲经。啊，听众当中确实有真受利益的。不能受利益，也种了善根了。文明嘛，得福嘛，啊，阿赖耶识里头种了阿弥陀佛的种子啊，这是个好样子啊。啊，世尊做了一辈子。啊，我们这一生也流浪了几十年，啊，没有道场，没有固定的地方，哪个地方要钱就到哪里去，啊，所以这么多年来，讲了几十部经，讲得很杂，讲得很多，啊，现在知道了。啊，当年自己没有坚持。啊，如果讲一部经，好啊，一部经自己成就了，也成就别人了。啊，不要讲的太多太杂。啊，是年轻时候不知道啊。啊，老师是告诉我了，我没在意。啊，现在觉悟了，明白了。所以不再走冤枉路了。啊，华严经台湾开心法师齐请，北京黄念祖老居士齐请。
啊，在台北，韩馆长他们三个人齐聚。我本来不想讲了。啊，韩馆长往生前两天要求讲华严经。啊，我安慰他，答应他了，希望他病赶快好啊。没有想到两天之后他走了。这个信息新加坡李牧原居士知道了。啊，他代表这三个人来向我请进，我就答应他了。啊，所以好像是1999年开始讲，讲了4000多个小时。啊，大概只讲到1/5，所以照我这个讲法，一部《华严经》讲圆满需要20000个小时。啊，所以我不想讲了，我想专讲《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内容跟华严经没有两样啊！这一部经讲一遍的时候，也要超过1000个小时了。啊，我们是一坐2个小时，现在已经将近440次了，那就是880个小时了。啊，后面大概还有1/4。啊，我估计大概1200到300个小时可以讲完。啊，1天4个小时，应该在今年10月到11月可以把它讲完。啊，一部经就够用了。不要贪多嚼不烂了。啊，可是有同学说，啊，希望华严经能够留下去，帮助以后学大经的人。这说法不是没有道理。啊，我要不讲，恐怕以后没有人讲了。这经太大了啊，所以一切呢都看缘分啊。我还有这个寿命呢，我就慢慢讲啊。那阿弥陀佛要我去的话，我就早早去，我一切随缘啊，我不攀缘。啊，就是看到普贤菩萨这个宏愿，我们一定要记住。啊，供养当中确实法供养是第一，大千世界七宝的供养，比不上为人设4句偈那个功德大。这发供养不可思议。普贤菩萨举出几个例子，这几个例子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如说修行，啊，经上教给我们，我们通通能做到，这就是供养。啊，我们能够把《无量寿经》所讲的道理变成自己的思想。《无量寿经》的教训变成我们的生活行为，这是我们真正供养阿弥陀佛，真正供养释迦牟尼佛。
真正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真供养啊，你没有做到那是假的啊，利益众生供养最重要是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完全为众生，不为自己。这桩事情难了，可是你要想真的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你非这么做不可。啊，你起心动念还有自己，还有名利在里面，极乐世界去不了啊。佛念得再好啊，你的善根福德有欠缺。弥陀经上讲得很好，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自私自利没放下，名闻利养没放下，啊，贪图五欲六尘享受没放下，啊，贪嗔痴慢疑没放下，你怎么能往生？待业是待旧业，不是待新业。没有遇到这个法门之前，这个业可以待；遇到这个法门之后，天天还干，这可不行了，这不待不去啊！那现在我就改过来了，那从前那个旧业可以待去，没问题。啊，现在天天干，这可不行，这待不去。啊，就这些道理要懂。啊，这个几句经文一定要牢牢地记住。啊，时时刻刻勉励自己的真干才行。啊，利益当中最大的利益是帮助众生觉悟。啊，那用我们先前的话说，帮助众生认识极乐世界。帮助众生认识阿弥陀佛，这个太重要了。啊，他真有认识的时候，他信心就建立了，啊，他不怀疑了，他也就真的能放下了。啊，功夫全在他放下多少。啊，没有放下，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是他放下多少的时候，从这里看到他的信心愿心有几分啊，这个东西骗不了人啊。啊，最重要是不要骗自己，骗人有过失，骗自己的过失比骗人要加重十倍都不止。啊，人不可以自欺。啊，自欺佛菩萨最忌讳的。啊，人不可以自欺。啊，欺别人是过，欺自己是罪也。啊，那是什么呢？愚痴、蒙蔽。啊，他才造这种罪业。啊，那帮助别人用什么方法帮助别人？啊，最好的方法。就是出来讲经，讲经我不会讲啊，你一发心就会了。为什么呢？佛菩萨加持你，你不发心，佛菩萨不会加持你；你一发心就会了，佛菩萨加持
真的不是假的。啊，每一个讲经人都有这个经验，不论是出家在家。我三个老师，两个是在家的，啊，只有张家大师是出家的。李老居士告诉我，讲经天天要准备呀，可是准备那些东西啊，上了讲台通用不上，啊，不知道智慧从哪里来的，啊，不单是他。许许多多讲经的法师都有这个现象。啊，我自己本身也是如此啊。讲了53年，你要问我讲些什么东西，我完全不知道。啊，好在现在有录音录像，我要不看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讲些什么。啊，自己所预备的跟在台上讲的不一样。啊，预备确实是自利，上台讲是利他。啊，在讲台上决定得三宝加持。啊，这是大好事，现在佛界没人讲了。只要你肯发现呢，佛菩萨就加持你，就保佑你。所以一定要发现。啊，有人比我讲得更好，我就向他磕头礼拜，把座位就让给他。啊，我在下面洗耳恭听呢，做影响中。啊，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念头。啊，这个样子做法，佛法才能够兴旺。啊，把嫉妒障碍一扫干净。啊，所以，佛弟子时时刻刻要想到，给一切众生做最好的榜样。啊，这就对了。啊，除这个之外，印光大师给我们做了个好样子，印经流通法宝。啊，印光大师四众的供养，他没有做别的事情，就一桩事情，印经。啊，他的供养多，所以他搞了一个印刷厂啊，啊，叫红化社，在苏州报告室自己印呢，自己出版呢，啊，很多书都是自己做序文，自己校对，啊，怕有错失，所以。红化社的本子可以说是近代的善本书啊，什么叫善本呢？里头很少错字啊，校对很精确啊，印得很清楚，纸张好，装订好啊，让人看到生欢喜心的善本啊，他老人家做到了，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他的啊，所以不要把钱呢去盖庙，盖庙什么呢？那钱都埋在地上。庙盖大了，很多人想来争，想来抢，你不叫造业吗？啊，印书好啊，他要我都给他了。
我本来就是送人的，我送他送不都一样吗？啊，所以印祖交代我们后人，见道场，见小茅棚，啊，大家在一起共修的不要超过20个人，这样小小的小地方，费用很有限，2-3个护法就够了，不要去求人了，安心办道。啊，讲经10-20个人听够了，不少人了。啊，天天在一块修学，将来这20个人个个往生，个个成佛，无比殊胜的道场。啊，越简单越好。啊，我在香港，这次的缘不错，有一位居士要买一栋大楼，啊，供养我给我做道场，可以住20个人，符合印光大师的标准。啊，可是我跟他讲得很清楚，我有使用权，你有所有权，所有权是你的，就是借给我用。省事啊，啊，不要所有啊，啊，借用。啊，这个房子有什么破损，修理你修，与我不相干。里面所有一切费用开销，你拿，啊，什么水电的，说是你拿，我不管。啊，我只使用这个场所，天天在这个地方念佛讲经就好，啊。大家在这学习啊，我们不用了，你统统拿回去，大家都不争了啊。这个道场是有主的，争不到，人家有所有权啊。我们很省心省心省事啊，啊，这个行啊，他送给我，我不要。为什么？那开销很大，我到哪里去找钱？啊，那个事情可不能干。啊，那对我们自己损失太大了。啊，纵然有十方供养，十方供养钱花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有罪过。啊，道场。没有真正成就人，怎么交代？啊，这个道场真的有几个人成佛了？行，那供养供佛、供养菩萨。啊，要没有这真正修行人，消化不了啊！啊，都得要搞清楚、搞明白了。祖师大德说的，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精神不了道，皮毛待交换。你就知道佛门的钱多重。啊，设方善信，把钱给你，是希望你给他修福修慧。你是不是真的给他修复回来？如果不是真的，将来统统要还债呀！啊，因果里头讲的透彻，欠命的要还命，欠债要还钱呐，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我们相信了
啊，所以不敢乱要人一分钱。啊，一般人不明了这个道理，啊，看到这些钱财就生欢喜心，错了。这个东西是叫你下地狱的。啊，凡是拿着佛法求名求利，后头的结果都不好。啊，我过去讲经也提到过，宁愿出去做叫花子讨饭，人家给你的他是布施，不吃不希望你报答的。佛门的供养，他是求福求慧也。啊，这一碗饭在世间各行各业里头最难吃的一碗饭了。不好吃啊！啊，所以有一些年轻人想出家，胆子真大。出家不能成佛的时候，就下地狱。啊，自己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啊，做一个好出家人，三宝加持。啊，那真是修大功德。啊，积功累德，没有比佛门更殊胜的。啊，所以这个利益众生这四个字常常放在心上，时时刻刻要真干。不能搞假的，决定不能拿着佛的招牌去骗人。啊，每一分钱都要用得妥当。我这一生当中，只有我们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我能信得过他们。啊，每一天人家捐钱的收入啊，支出跟银行随时你去查账都能对得起来。啊，这是不能够随便错用一分钱。啊，简风文居士做到了。啊，基金会虽然做得很辛苦，但是每个人发心充满。啊，果报殊胜呐！啊，果报不在这一生呐，来生的果报殊胜。如果不求往生，来生在天上人间的大富大贵。啊，真的提三宝福，为佛菩萨做事，为一切众生做事。这就对了啊！摄受众生供养，这个摄受是待佛摄受啊，佛摄受一丝毫勉强没有现在一般宗教讲拉心图佛拉不拉心图没有佛谦虚啊真正的讲的是佛是谦卑啊绝没有傲慢的习气
啊，当年在世讲经教学，啊，标志啊是幡床，啊，悬挂在树上，在树顶上，那就是标志，啊，也就像那时候广告一样，啊，挂上去，有人看到了，哦，知道这个地方佛今天讲经，喜欢来听了，自动来的，啊，不是到外头劝的。啊，其实翻床宝盖供养什么意思？就是传递信息。啊，扁的叫翻，圆形的叫床。啊，你比如写讲《无量寿经》，上面写着：“啊，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像个翻一样。”这个挂在上，今天这是讲这个经，这一看。讲无量寿经，喜欢听无量寿经，他就来了，不宣传，不拉人，都是你自动的，啊，我这活动不能不告诉你，告诉你，你欢喜就来，你不欢喜，一点勉强都没有，这是正确的，啊，不去劝人。啊，所以从前道场都是这样的，佛法传到中国之后也是这样的，所以寺庙都有旗杆，那旗杆不是挂国旗的，旗杆就是挂这些信号的，啊，讲什么经，翻上写上经的经题，你这一看，哎呀，今天有金刚经，喜欢金刚经他就来了，啊，都是自动来的。啊，而且都是免费的。啊，这里面有不少信徒，有茶水供养。啊，他们自己带着茶叶，带着茶壶递到来的时候，啊，是吧？供养大家茶水。啊，就来修福啊。啊，都是搞真的，不是搞假的。这个里头绝对没有明文理养，啊，佛法要兴，还得要走老路子，啊，不走老路是不可以的，啊，那么今天盖了许多这个道场，富丽堂皇，啊，这些道场不能休息，啊，为什么呢？都变成观光旅游的重点，那个地方可以做佛教博物馆，啊，不可以修行，修行还是住茅棚，啊，茅棚最好自己盖，啊，古时候住茅棚，出家人都自己盖，砍几棵树，啊，割一点茅草，盖在上面。都是自己做，百丈大师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啊，那就是出家人自己搞农耕，啊，吃的东西自己种，啊，有个一亩两亩地就够了。啊，如果一个道场不超过20个人，大概5亩地就可以，这个生活就不成问题。种一点粮食，种一点蔬菜，啊，自给自足啊。要从这样子，佛法才能够复兴。道心才能够建立，啊，出家没有道心，他就造孽，啊，要有道心。
啊，尤其是现在世界上灾难这么多，啊，科学家告诉我们，将来肯定有粮食危机。我们听到能够相信，啊，为什么？地球上气候的变化，这两年全球粮食都在减产，而世界上人口还在增加，啊，将来肯定有不足的那一天。我们心理上都要有准备啊，尤其现在农耕用这个农药化肥，这个事情麻烦了啊，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就种的东西是好看，没有营养，吃这些东西可能还会生病啊。所以现在很多人重视有机食物。什么叫有机？没有农药，没有化肥，自然生长的，还是喜欢这些，正确的。啊，我们在澳洲，澳洲土地很便宜，啊，买了不少土地，做什么？做农耕。啊，我们不用化肥，不用农药。啊，我们采取老方法。啊，这出家人不会做这些东西啊，我们就雇农民，给工资给他。啊，他常年替我们来耕种，我们每个月发工资给他，啊，他也很欢喜。啊，第一期我们这个试验的主食小米，啊，今年收了13000公斤，啊，这头一次成功了。现在我们种小麦，种水稻。啊，主食方面种马铃薯，啊，像番薯、玉米，啊，花生都可以做主食。啊，蔬菜我们有个很大的菜园，已经经营了10年了。啊，每一天可以供养300人，做发挥的时候可以供养1000人。啊，这我们吃得干净啊，吃得放心啊，自己种啊。那请农人来帮助我们种，我们自己也学习。啊，慢慢就熟悉了，就学会了。啊。佛法要佛心呐，不走老路不行啊，要回头啊。佛家常讲回头是岸啊，啊，我们要懂得回头。啊，待众生苦供养，这个是还原观上四德里头最后一条。待众生苦啊，无论怎么样的辛苦，都要给众生做样子。释迦牟尼佛是最好的榜样啊，一生干的就是待众生苦啊。啊，这个我们不能不体会到。
啊，持戒是一桩苦事情，他还要出家吗？都不需要了，人家心地清净，一尘不染，何必还在思想上斤斤计较？不用不着了，用不着还要照做，做个什么？做个初学人看的。全是为摄受众生，为利益众生。啊，他要不是不做，你怎么能叫别人持戒？啊，他自己要是有一点点不善，怎么能叫别人是善？只有自己先做到，才能感化别人。自己没有做到，光说没用处啊。别人看穿了，一文不值，你的教学就统统失败了。啊，世间圣人，孔子、孟子教学，啊，他们的成功没有别的，就是先行其言，他想说的先做到了。啊，他们的事业才一帆风顺呢，才有那么多人支持他。啊，到后来感动帝王，啊，把他的教学推动到全国，绵延了2000多年。这是大德了。没有别的，也就是老实、听话、真干。啊，听老人的话，听圣贤的话。啊，释迦牟尼佛所传的，也不是自己的，古佛所教的，世世代代沉船的，没有自己。啊，佛在《华严经》啊，这清凉大师引用佛的一句话，啊，释迦牟尼佛告诉人，他一生讲经教学，自己没有说过一句话，全是诸佛古时候诸佛菩萨所说的，我没有在。古佛说法这个经典上多加一个字啊，古佛怎么说他就怎么说啊，比孔老夫子说的述而不作还严格啊，他连一个字都不加了，一个字不减的，完全照讲啊！这个我们能信得过，为什么呢？明心见性。古时候诸佛明心见性，现在成佛了也明心见性，心性是一不是二。自己说的跟古佛说的一样，古佛说的跟自己说的也一样，为什么？都是从自性流出来的。啊，这见性的人才做得到啊！啊，六祖慧能大师见性，你看所有这些法记录下来成为坛经，坛经跟大乘佛法你就看完全一样。啊，他不认识认识字，他只是自己讲啊，别人记录下来。啊，所以普贤菩萨讲这个这几种供养，这是题目。
每一条里面境界都是无量无边，深广无际呀！啊，头一个是最重要的，是根本，如说修行。你要不依教修行，那全是假的。啊，真正依教修行呢，你一定要懂得利益众生。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是一切诸佛菩萨所共同修学的宗旨啊！诸佛如来出现在世间，是为利益众生，绝不是为利益自己。世间名闻利养与自己毫不相关呐！啊，摄受众生最重要的是如何帮助众生相信净土。啊，相信极乐世界，真正发心念佛求生净土，是究竟圆满的摄受。啊，真的帮助一个众生成佛了，这个功德多大！啊，菩萨不拘功德。啊，不拘功德，功德就称性了。称性的功德是大圆满。啊，自己拘功，功有限，不大。啊，不拘功，功就称性。啊，称性是圆满。啊，能吃苦，愿意吃苦，其他的愿你才能够做到。啊，许许多多人发愿不能兑现，是因为怕吃苦。啊，不能吃苦，一点点委屈都不能受，那怎么行啊？啊，现代这个时代，做好事难啊，做坏事容易啊，做坏事很多人赞叹你啊，做好事很多人障碍你啊，不容易啊。所以今天做好事，那比过去这些祖师大德，跟比释迦牟尼佛还要苦。都能忍受啊，还要继续不断地去干下去啊，啊，干到死为止。啊，所以欢欢喜喜待众生苦，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多少人讲地球会毁灭，大陆会沉到海洋，啊，高山会崩溃，冰川会融化，啊，这些灾难好像逐渐已经逼近了。啊，能不能救呢？大乘佛法说能。心念端正了，灾难就能化解。我们要从自己端正心念，从自己改邪归正，从自己断恶修善，救自己就能救众生，就能救地球。要真干啊，这个事是个苦事情啊，
代众生苦啊，不能不感呢。啊，我们干这些苦事，谁赞叹我们？佛菩萨赞叹。啊，诸天善神赞叹，为什么？他们知道，世间人不知道。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